老板啊，我差不多要出发了。对啊，差不多了，4点了。哎呀，广东粥。哎呦，我手机啊，插电，插一下。我也要出发了。先充一下电，先充一下电，我也要出发了。各位大哥，下午好，下午好。那是讲哦，那是讲恁有来个新港哦，新港的啥香客大楼哦，那个右上角斜对面啦吼。有一间味记广东粥哦，可以过来吃吃看，蛮好吃的啦。哎呀，老来甲新港的朋友啊，哦，那是讲咱北部的热，也是讲下港的起来，哦，来甲咱嘉义啊，会使来咱的新港奉天宫前面这边哦，香客大楼斜对面哦，叫一间味记广东粥。下午好，下午好，新港庙很近，对，没有错，离新港庙很近，对啊，离新港庙蛮近的，对啊，我先把充电器修修掉。对啊，我马被出发了。我休息一下，阿伯啦，那要去行，我跟你讲，休息一下，这胡老板，位置广东粥的老板，谢谢啦，我也不是网红啊，我也是刚。刚实在叫朋友哦，看哦，有没有看到？新港奉天宫的香客大楼哦，右边哦，右上角这边哦，哎呀，没办法，真的不错吃，我刚刚全部都吃完了。哎呀，老板娘，刚刚那个是老板娘，对啊。下午好，我要出发去新港奉天宫了。哎呀，安尼我，没啦，谢谢，我您招待了，啊，感恩。啊，我即马都要请妈祖婆啊，我即马要请妈祖婆要出发啦，啊，这台车哦，啊，这位大哥帮我载一下，加啦，哦，还小修改一下啊。新港奉天宫，这边是新港奉天宫前面哦，这条街，嚯、哦，吴老板，物件传到有够多，哎呀，店的头前嘛放炮啊，店咪讲要去新港奉天宫头前嘛要放炮啊，谢谢啦，无紧，厝外甲放倒啊，厝。真的准呢哦！我传给你，你说全部都开哦。啊，昨我真我袂记的啦，我昨去甲人个庙了，我就休困啊，我拢无袂记啊。OK 啦，大家都摆得啦。哎呀，你们先过去啦！哎呀，不过我请妈祖行到遐，恁够时间嘞，快时间，你先过啦。
谢谢啦，谢谢啦，哎呀，哦，这云林的乡亲都已经来到这边拦截了呢。云林的乡亲，那个也是云林的乡亲，那一台也是。我现在的人才还在嘉义呢，云林的乡亲跑到这边来。卫记，哎，卫记广东粥，OK， 等您准备好啊，甲出发得啊，哎。无啦，我请妈祖，我请妈祖保，哎呀，恁外省过哦？阿先，恁车要放在遮？哦。对啦，恁先去头前啦。阿咧，老板，吴老板，阿咧妈祖婆哦，你请客，你较高啊，对吧？你买电脑吗？哎，较等，买啦。你身体，因为你是主，因为你主人家嘛，你帮我请妈祖婆客，然后较照照给我就可以了。哎，对，我要背着，对，没有错。哎，马祖婆，那么去行吼，去噶，哦。哎，大哥，马祖婆帮我接的，你看着，我哎，哎，好，我弄，你去弄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哎。老板娘，我无什么物件，然后送你，这是妈祖婆辛苦的佛珠，我送你一条。谢谢。谢谢，哦，老板娘再见，哎。拜拜。拜拜。你等，你要先放哦。来啊，放完。哦，你放，我今日去大人客啊，有人客伫遮。好、哦，谢谢啦，谢谢啦。放炮了哦。谢谢，鬼会。哦，我知道，那个胡老板，我无啥物物件通送你，妈祖婆辛苦佛珠送你一条啊，无紧，同款啦，来啦，这送有缘人的啦，等等，你哪一条？下面哪一条？对，拉走。谢谢。对啦，我无啥物件通送你，谢谢啦，谢谢。来叫你交代安尼。好，要出发了，要出发去新港风景。他好了，好了，我就要去云林了，我就要踏入云林了。大哥，主要领导请办包啊。大调嘛是会听的哦。哈哈哈哈啊，新港接上了，新港接上了。我即马要去新港奉天宫啊。Thank you.
OK。没有来了，需要吧？需要，谢谢啊，谢谢，谢谢。夸小姐姐，夸小姐姐。
紧哦。万基无来啊？无呢，因去华联进优呢，因去进优两工。我感觉是故意的，是故意的。哦，是故意的啊！谢谢啊，谢谢。太多人了，太多人了，我大概拍一下就好了哦。OK 了，已经到了新港奉天宫了，我休息一下，我等一下就往北港出发了哦。云林的乡亲，我下午就来了哦，待会见，拜拜。